儿童专用感冒药三九小儿感冒药提醒您，精彩即将开始。说吧，什么事儿吧？这个网课就要开始了，你有什么准备？我还是那个老三样：严明纪律、紧迫教学、题海战术。只要抓住这三点，那成绩错不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普遍认知都高于过去同龄人。你说这个网上现在信息量这么大啊，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。你在学校可以管一管，回到家里你鞭长莫及。我不管他们怎么想，我要的就是成绩，要的就是分数。都什么时候了，高三下学期马上要高考了，再差的学生他都知道学了。那高一高二呢，不能不管吧？管啊，联合家长监督啊，建立防火墙，让他们少接触一下外边的信息，心无旁骛，专注学习。你让他们不接受外部信息，他们就不接受了。你这个人呐，总是习惯于高估你自己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恰恰是要让他们接受信息，了解信息，思考信息，你这样才不容易被信息带偏嘛。任何时候调动学生内在动力，都要比你这个严加看管要来得有效。你想的太天真了，十几岁的学生他有什么想法？与其啊天天给他讲大道理，不如叫他闷头考一个好大学，等他有什么想法到大学里边去想，到大学里边去消化。我这个多实际。你实际？那当初倩倩学习成绩不好啊，是你没有管他，还是他脑子太笨了啊？距离。杨冉，常警官。完倩，希望你们顾全大局，服从命令，遵守纪律，大力发扬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，充分展示军和县医院人的责任和担当。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你跟我商量了吗？你为什么要去啊？救死扶伤哪有为什么？只许你冲锋陷阵，不许我抬头挤挤啊？不是。我是听说那边很苦，也很危险。知道你还非要去？那我去就行了，你也没必要跟着我一块儿去啊。什么叫我跟着你啊？你别自作多情行吗？我去我的，你去你的，这里面不存在谁跟着谁。那您车开得挺稳的，家里有小孩都练出来。家里有孩子还能出来做志愿者？孩子和他妈都回老家了，买卖也都停了，我就想出来帮点忙。我看网上在招募志愿者车队，我这不就赶紧来了吗？
这个时候还能出来做志愿者，你真是辛苦了。要是没有你们呀，我们这上下班就只能走路了。我们没什么辛苦的，你们医护人员最辛苦。都是普通人，做好自己该做的而已。哎，我问你个事情。哎，您说。你说最近生病的人这么多，都住院，这住院吧，这肯定就是心情不好。那他们需不需要一些什么玩偶啊、公仔啊，来调节一下？您还卖玩具啊？对。可是进病房的东西，它都得严格消毒。你像玩具这些没用的东西，它进不了病房的。我觉得您就别想这事儿了。到了，带好随身物品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师傅，要不您把这娃娃卖给我吧？不是不能进病房吗？我自己放办公室。哎，好。好，转过去了啊。知道了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啊，再见再见。你要吓死我呀！你把我也吓死了好吗？你这么大个子，胆子那么小，就你跟我白驹似的，说出去你就出现了。你要把我吓傻，你替我参加高考啊？什么白驹？什么是白驹？自己去查吧。行。妈妈以后动静大点，你好好学吧。我下回电闪雷鸣，呼啸而来。我妈再不上班我就疯了，疫情什么时候能过去啊？你妈能上班，咱们就能开学。哎，我还想多放两天假呢。你和你妈摊牌了吗？摊了，然后我就被骂摊了。我妈说画画找不着正经工作。你妈是典型的功能性文盲。朱博文，你敢骂我妈？别误会，功能性文盲不是侮辱性词汇，是一个心理学专有名词，指那些有读写能力但不能接受认知以外新鲜事物的人。虽然你说的对，但我妈不是文盲。好吧，我收回。你们看看这个纪录片。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时，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接触人确定性肺炎病例的肺炎，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项目。武汉必胜，必胜加一，湖北加油，中国加油。有一说一，钟老真帅。假期早晚会结束的。
等一下。等等。好了，进吧。老顾，你谁啊？是我。哎呦，建国！哎呀，你这保持距离。哎，我这安全着呢，整个电讯大楼也没有十个人。坐坐坐。哎呀，你今天怎么想起来到我这儿来了啊？哎，特殊时期，不给你沏茶了啊。哎，摘了吧，摘了吧，我这安全着呢。给你带了点茶叶。嚯，全县有名的不求人给我送茶叶，这我这心里怎么有点发慌呢？嗯，带任务来的吧？哼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嗯，我真的是想你了。不能够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？想当初咱俩差点成为连襟呢。得，别说这事儿，你不善于这个啊。有什么事说吧。我就是来看看你。我怎么这么不信呢？嚯！就凭这百十来块钱的茶叶，我就知道咱俩是君子之交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那我就说了。哎，说吧。学校这不都在放假吗？嗯。学生总得上课呀。我估计这往后得要上网课了。我录像了啊，我录像了。同学们能看得见吧？见吗？好，那人都到齐了吧？好，那我们开始上课了啊。这个正所谓地理地理，初中地，高中理。我们只有呢，把初中地理的事实和高中地理的原理有机的结合起来，这样我们才能把地理学好啊，更好的学好地理。老师看了。校长，对吗？还是考。现在我们把书翻到。这秦局长啊，都跟我保证，我说网络不会出现问题，怎么还这样？还是有些问题，很影响效果啊！我再找找他。爸，嗯，学校放假了，单位都不上班了，你怎么还天天往外跑？哎，咱们县里头那么多学校，嗯，第一次搞网课，大大小小的问题一大堆。我要不去协调，谁解决啊？谁有你爸这个面子呀？听你爸吹吧啊！你今天去电信找老顾，不是给人送礼去了吗？面子。那瞧你说的，那谁会因为你100多块钱破茶叶，人家给你办事儿啊？那还不是我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100多块啊？你就瞎掰吧啊！又想藏私房钱？没有。手机拿来，哎，看看微信钱包拿来。你有这个必要吗？太有了，来。行啊啊，行。行啊，这网课对你影响大吗？嗯。哎，问你呢，对你影响大吗？我觉得对我这样的尖子生影响不是很大。我现在主要是靠自己复习，但是对于那些成绩一般、需要老师带的。然后自我约束力不是很好的人，应该挺大的。嗯，你看得很准啊。但愿这疫情早点过去，这届的高三学生日子不好过。大家互相竞争，条件都是一样的，所有人都在上网课，好坏主要还是看自己。我觉得和平时上课没什么本质区别。那是因为你条件好。你有没有想过啊？那些贫困家庭的学生离开了学校和老师，想用手机上网，想有一个踏实的复习环境有多难吗？啊，你看，就拿咱们全县2216名应届考生来说吧，没有手机的家庭将近有50户啊。那你想想全国有多少啊？那有的家庭几个孩子共用一个手机，姐姐上网课了，到时候弟弟就上不了，怎么办呢？那就想办法挣钱啊！挣钱的方法那么多了，开个直播卖卖惨，
反正卖惨肯定有冤家的。胡说八道！不是你喊什么呀？那没你事儿。你这什么价值观呢？啊？你老师怎么教的？站住！赶出去。吃饱了，回去做题。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，想想你都错在哪儿了。小气大嘴。不是你闲聊天，你至于吗？那你看看都说了些什么呀？这就是你教育出来的宝贝女儿，跟你一样，就想着挣钱、挣钱、挣钱、钱钱钱。说我身上来了，就你清高，你不需要钱。好，下月零花钱减半，碗你都刷。哎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看。你是在笑我吗？你要是能笑我就好了。哎，吃吧，吃完了我送你回屋。复习呢？写的怎么样？哎呀，爸爸向你检讨啊，刚才我这态度确实有点太激动了。千万别学你妈，我都已向你检讨了，你给个台阶下呗，不然啊，今天晚上你妈不会让我睡个安稳觉的。哎，你最喜欢看的那小说叫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吧？那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嗯，当你批评别人的时候啊，记住，并不是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和你有一样的条件。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啊，是我和你妈共同努力得来的。这世界上条件比咱们家好的、不好的很多很多。但是，爸爸不希望你因为条件比别人差就感到自卑，更不因为条件比别人好就瞧不起人家。你说我说的是不是？知道我刚才说的话不对，但你可以好好跟我说啊，你可以跟我讲道理，批评我都行，哪有你这一上来就拍桌子吼那么大声？是是是，是我做的不好，我再次向你道歉。你看，咱们父女俩哎，彼此认识自己的错误了啊，这事儿就算扯平了，好不好？啊？嗯。不生我的气了吧？不生了。好，那我出去了啊。嗯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拿个水果给我啊吧。好好好。好好写啊。嗯。老公啊，老公，起床啦。
50啊。啊，太早了。再晚就没有新鲜菜了。不行不行，我缺觉了啊！我这个年纪缺觉要猝死。别瞎说，你昨天答应我，今天跟我一起去买菜，对不对？没。快起来。没有，你这这冷。你说话不算话，你。没有。我让你儿子来叫你。叫。哎呦。怎么没声音？哎，不用不用，玩去。我来，你去睡觉吧。你再去睡一会儿，我叫他就行。行行，我不用儿子，我能把他叫醒。儿子，刘超，妈妈干嘛呀？博文，你开开门，妈妈叫儿子。妈是什么？博文，你干什么？博文，别打了，起床。你不要虐待我。我睡几个小时，你睡几个小时，我比不了。谁虐待你？你长期熬夜打游戏，作息紊乱，是你自己在虐待你自己。你要是再不起的话，你就永远调整不过来了。哎，博文，你得给他一个过程啊，博文。博文，我可以调整，我调整不能从四点钟调整啊。我妈每天都这个时间起，不然怎么备早餐啊？你妈什么身体？我什么身体？行。博文，哎，你们别吵了呀。你不想起就算了，说好了干半个月的活，我就把账号还给你。现在已经过去11天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大半套装备都回来了，你值得呀。冻死了，冻死了。是。哎，你睡。哎呀。你睡。啊。在。睡睡睡。定上。一大早这么多人啊！这是疫情，要不然这全是人。哎呦，下来呀！啊，我也去啊。对啊，你得跟我一起买菜，然后把菜装车上。那你就把菜买过来，我帮你装菜嘛，我就不去了。那你看车。哎，对，我看车。哎，你慢点啊。哎。姐来了啊，小坤啊，饭店开业了？没有，堂食做不了，只能做点外卖。菜还跟平常一样，1/3就行。行，哎，那个茄子您放这儿，一会儿我一起给您送过去。行，那麻烦你啊。好嘞，姐。哎，老板，白萝卜怎么卖啊？2块。2块，来20斤。来20斤哈。哎，20斤。老公啊，别在这儿睡，这儿冷。买完了？没呢。买完了？没有没有，别睡了啊。这个说着。好。老公啊，郑美人。别睡了。我没事。哎，来。帮我装车。哎，好嘞，都买完了吗？啊。行，你就堆在这儿就行。老公，来，帮我。来，慢点啊。好。哎，行，好嘞，谢谢啊。没事。辛苦了啊，谢谢。完。怎么了？哎。啊？我哎呀，昨天那还靠的腰已经僵了，我现在突然一弄，疼啊。腰又疼了。疼啊。我就说不能在这儿睡，不能在这儿睡，你不听话啊。不行啊，你往后点，别管了。我说不要来，我不要来，我帮不上你。那不是儿子让你来的？那他说什么你都听啊？那不听让他说你啊？是啊，他现在说什么你也不管他。来我也帮不了你，早知道我就找猫掉他们打牌多好啊！这不行，一会儿你去打牌。啊？一会儿你去打牌。哎，我帮你弄一下吧。不用了，你别弄了，你腰不行。哎，我现在去了。啊，你现在就走啊？我帮不了，我路上还能走一走，活动活动腰啊。哦，那行。好吧，你可以啊。可以，那你慢点啊。我肯定慢点。慢点啊。哦。
不用，你别管了，我能行，你赶紧学习去。不差这一会儿，你爸呢？哦，刚才老叶他们在那边把他截住了，然后他玩一会儿。我一想，他今天表现挺好的，你看，这些都是他帮我搬上来的，要不然我也搬不动。我想玩就玩吧，就让他去了。来，慢点儿。哎呀，谢谢谢谢郝站长啊！哎呀，你可解决大问题了，这孩子这一下啊上网课啊就彻底踏实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我马上通知陈书记啊，马上马上，谢谢谢谢啊，再次感谢啊，哎。哎，陈书记，还是我王本忠啊！啊，对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这个郝站长啊，他已经解决完了这个明宇啊上网课的问题，就到他那个地方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非常好非常好啊！那还得麻烦你啊，麻烦你再辛苦一趟啊，帮我通知一下孩子。谢谢陈书记，谢谢陈书记啊。爷，哎，小雨啊，刚才那个陈书记来了，说以后啊，你再上网课，可以到山下那个火车站值班室去上，说是那儿网好，还有凭这么个条子，你就能随便去了。哎，我不太明白啊，网课的老师，跟你原来的老师是不是一个老师啊？不知道。你不高兴了？哎，哎，你还是看一下这个条子吧，啊，这写的特别详细，拿着这个条子呢，你就能出村了，可以去好多地方。爷，我想好了，嗯，我去考一个省内的普通大学就行，上不上网课，复不复习，以我现在的成绩都能考上，将来能在镇上找个工作就行。你看你这个孩子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你学习这么好，你干嘛考省里的普通大学呀？你别忘了啊，你在你爸你妈的坟前，你可是发过誓的，啊！你得去大城市，留在这儿干什么？哎，哎，大城市太累了。哎，胡说，咱们老高家呀，就没有出过怕累的人。你要再这么说，我就敢揍你，你信不信？哎，其实我晓得，你就是想大城市开销那么大，啊，然后又离我那么远，没法照顾我。其实我不用你照顾，你看我现在能吃能喝，还能出去干活呢。哼，你爹妈要是知道是我拖累了你，我死了以后，我怎么见他们？你说什么呢，爷？肯定长命百岁。那你要不上一个好的大学，我长命千岁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啊？啊！你这孩子，我怎么说你都不听啊！你要是因为我耽误了你，我现在我就喝农药去死。你说什么呢？说这种话，知道吗？永远都不要再说了。
再也不说这种话了啊！嗯，来来来，听话，敢说啊，敢说，来来来，哎，我一定要好日子。嗯。都连上了吗？哎，童老师、张老师，哎呀，这体育老师也很积极啊。孟老师不错啊，试试网络啊。高三组各班班主任啊，向我报个到啊。哦，还有，请所有的同学们啊，改一下自己的昵称，好吧？各科的老师们啊，你们要注意一下，务必要认真的查一下。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在线上？如果有同学要请假的话，必须跟本班的班主任直接打电话，就跟在校期间是一样的。童老师，童老师，你们直播间来了多少人啊？哦，三年级三班50人全部到齐，校长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班那个高明宇还有季小敏，他们那个。网络的状况怎么样？一切正常，没有问题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！我这个有点卡壳啊。我希望各个科的老师啊，上完直播以后啊，都认真的做一下笔记，好吗？记录一下你们在上课期间的这种感受。同学们，如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，可以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直接给我发私信，好吧？近期。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。病毒来袭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义无反顾地走到前线来。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报名了。武汉，我们来了！同学们好，今天之所以在上课之前给大家放一下这个片子，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网课。虽然说你们现在已经高三了，直面高考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，什么人在为我们拼命。那么除此之外，大家觉得今年的高考中会不会出一些跟疫情相关的题目呢？觉得会的同学扣一，不会的扣二。一，李老师，你也知道扣一的网络用语啊？看得出来吧？老师也是看直播的。好了，刚刚就是调节一下气氛啊。其实不论会与不会，我们都要把所有高考范围内的古文古诗背得滚瓜烂熟，最好还能掌握一些考纲里面没有的东西，这样写起作文来才会得心应手。那么好，有没有同学可以回答我一下，关于疫情，你们想到什么古文古诗是可以跟它联系在一起的呢？在弹幕里回答我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很好，这首是谁写的？王昌龄，对吧？从军行第四首。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，反映了一线医护人员抗疫的坚定的决心。很好，那还有呢？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，这个特别好。我看看谁发的啊。田文文同学，很好。一说到这首诗，马上我在脑海里就产生了一幅画面。一位即将奔赴武汉的医疗工作者，在临行之前，他的父母出来反对，因为疫情非常危险，我们都可以理解。但是呢，这个医疗工作者就将这首诗告诉了他的家人，最后得到了他的家人理解和支持，最后他就奔赴了武汉。非常好，还有没有同学？再想一想。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，这个特别好啊，是诗经，对吧，同学们？这个诗。老师，你卡了，画面不动了。我卡了吗？哎，我这是卡了吗？有没有同学开麦说一下？
家来看一下 AB 这条线，它属于平面 ABC， 所以平面 ACD 垂直于平面 ABC。老师，嗯，怎么了？网络好像卡了。网络卡了？嗯，等一下，我帮你看一下啊。哎，我们这 WiFi 是好的呀，应该是你们老师卡了，或者是这个软件的问题，要不你等等再看看。哦，行，谢谢老师。不客气，以后叫哥就行，亲切。哎，谢谢大哥。不客气。线路修好了，宽带也增加了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，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。哦，谢谢谢谢啊，没事。好，小林，我拿了。这里有30部新手机，配置不高，但还算能用。啊，顾总说随时把申请名单给我们，我们会视学生家人情况协助办理手机卡，减免流量和话费。哎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。应该是帮了大忙，我先过去了，您注意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慢走。爸。哎，女儿。校长，那我先回去。好的好的，你赶紧整理一下。好好。哎呀，你怎么来了啊？我有事儿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我要去武汉了。卢展鹏，配置一般，我放回去。接着写。王晓光，高明宇。哦，你高明宇不用，放假前我给他一手机，然后拿他身份证办了张卡，到时候费用算我。就这么多了？输多少个？26个。你数了没？写的时候就记着呢。王女儿，你说你智商情商都不低，为什么非要在这帮我干杂活，不愿意回寝室学习呢？课本上那些东西还得揣摩出题人的意图，有什么用？可以考大学。我爸说送我去国外，我又不用考。他呀，做生意挺厉害，当爸差点意思。也不能全怪他，毕竟这年头不像前些年，钱不好挣，他也得努力过他的人生。再说，好多人想要这样的爸，求不来。你还挺会换位思考的嘛。啊。校长。校长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。我这个宝贝女儿啊，报了这个援鄂的医疗队，后天去武汉。王谦这时候去挺勇敢的呀，您是担心她的安全问题？我就觉得奇怪啊。前几天他还跟我说，他不愿意干这行。那怎么突然间就变了？而且要去这个最危险、最艰苦的地方。我在担心啊，是不是单位逼他去？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，这你想多了。但是我的女儿啊，我了解，没那么高觉悟。要不你去他们单位打听打听。嗯，他后天就去武汉了，你说我去跟他说什么？嗯，让他打退堂鼓，不去了。这要是听了我的话，那以后在单位怎么做人，怎么工作呀？我觉得吧，后天您去送送他。出去很危险啊。我们这里还有70来个孩子，我得忙里忙外。教育局和家长面前，我都立了军令状了。我得为这些孩子负责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我去，我跟他说什么？
我又不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安全，而且一送呢，他又难过，又担心，你说。多么自由而奔放，放飞你的心，勇敢大声唱。